Hi, everyone. 我是 Andrew Gan， 欢迎你们今天光临到我的那个 Fashion Show。我这一期的灵感是来自一个法国十八世纪非常有名的那个名媛，叫做 Madame Pompadour。她是一个出身比较低微的女人，不过当了皇帝的女妃。除了她美貌之外呢，很重要的是她对那个政治跟艺术跟文学的理解都很重要。那这些东西都是你们一定的贡献。所以我今天的 collection 就是 homage， 去 Madame Pompadour， 就是说她怎样去在今天我们这个世界怎样过生活，就是要 social media friendly 啊， eco friendly 啊，还有 social responsible。这是我的灵感。